小帅哥，你脸都打瞎了，爷。哎呀！ 你搞不把那油给它弄一干吃了。
你看这是下去的小子，他烫伤了。这个头上那么湿啊，这头上。那要知道那个泥巴在大，这个能擦的，那个泥巴头。泥巴的。哎，那你那有没有让他在那跑嘛？
因为现在有点那个什么了，是吧？好吃不？小伟，爸爸妈妈上课跑了，妈妈妈妈为什么没有跑呢？难道阿姨是坏人吗？要打架，要准备打架，别闹啊，别闹，别闹。别闹，别闹啊，仔仔，因为一个仔仔来。
乖乖。哎呦，乖乖真饿了啊，饿了，那饿吃吧。哎呦，宝宝饿了，那个乖乖真饿了啊，饿了，嗯，吃吧。嗯，乖乖吃，真饿了，看得出来不？宝宝哈，这样好了。乖乖快吃哈，嗯，快吃，宝宝快吃。不拿走，阿姨要看你哈，不拿走啊。吃吧，吃完筷子啊，不要抢乖乖的哈。小猪还老是挡着我宝宝的脸，给他拿掉。啊，老是挡着我乖乖的脸，是不是啊？金，金，哎，不要！我的天哪，他自己就先不好意思呢，还要吃金呢，吃金厉害，自己面包也是呢，我的天哪，你还要吃花生酱，你在说好吗？那个姐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们平常都是要。
要打架，要准备打架。摘着抱着大香蕉也不能吃，应该是产后抑郁，对，应该是的，毫无疑问，这种情况就是产后抑郁，因为他生了好几个宝宝，他不是不会带，他就是抑郁了，整天发呆的那一种。孩子多可怜，看看，他知道香蕉能吃，但是他不，他吃不了。